安装窗帘和装灯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downtown， 今天过来把这些窗帘和这些灯呢都装上，三套窗帘，三个灯。这个呢是一个还没有完工的一个楼，只能说部分的房间差不多完了，还在施工之中。那已经把这些材料呢都买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呢我就都做完了。这个大帘铺上，灯安好，这边灯装好，这个帘很宽啊，也都是拉上可以啊。然后灯装好，这个帘也都装好，左右两边帘拉的好的。这个就完美了，都全了啊。OK。